涛姐测过那个 MBTI 吗？我是 E， 正常是个 E， 但我现在其实有点偏 I， 就是我跟熟的人，我很马上就是 E， 但是其实我要是没有很熟或者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很 I。但我跟人我可以聊得来、自来熟，但我觉得大部分是出于礼貌。对，是吗？我的 I 人，就每次来参加宾晚会，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说话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什么的都，但真的 E 就是绝对尴尬都不敢。真的吗？ E 人这么恐怖吗？我是一个，我99%的 E， 这么一句。十年前我就你这种，哇，轰轰烈烈就打了裂的。我曾经就说，我说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最好相处的人。我说跟我相处不好的人，我说那一定是他的问题，绝对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想，是吧？后来我现在发现，我还是我想简单了。那个。节目呢？你等会儿。您现在收看的是《奔跑吧生态篇》，最原始的呐喊信息传递。你不是你太明显了。我个子吗？你以为你不明显？我们直接找了跟我们团队里最高的。也没事了，人家明明就想知道的吧。我们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低点头，低点头。这谁啊？都是吗？哎呀，这是啥？找这个。低点头，低点头。周深，周深，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我能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改变了，群演全是真人。社恐人，社恐魂。我还有个易拉宝，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个易拉宝，我真的是。我好尴尬。螳螂在哪儿？你好 ，Hello。这什么游戏啊？不懂啊。寻宝吗？广西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而在青秀山里最常见的就是唱着歌的游客，因此你们在这里的捕获任务是民歌接唱，请来领取。民歌接唱。我们会唱的也不多呀。唱出民歌的上半句，让市民接唱下半句。接唱成功的市民越多，获得的货物越多。啊，这个会。山歌好比春江水，谢谢你的带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飘的马儿跑。哇，我好厉害。任务限时30分钟，计时开始。有没有会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唱山歌的。好冷漠的人啊。没有人会唱吗？有没有会唱这首歌？山歌好比春江水嘞，这边蝉来那边红。回答错误啊！歌词里面不是那一句。山歌好比春江水耶，不怕寒仙晚有火老晚有。哦，是那个啊！好，我们再来一下。山歌好比春江水嘞。弯有多，弯有多。好，恭喜接唱成功！太厉害了，天哪！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下个找你。是这个简单吧？好，就他了。我们抓一个年轻的吧。抓
个年轻的让他唱山歌。不要跑，不跑了，谁跑得最快找谁，就他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就他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向四方，白鸟齐飞翔。谢谢，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变花篮，我不说。变个花篮上南山。谢谢您，找小朋友。小朋友，你会唱山歌吗？我不会唱。你不会唱啊？你有没有会的歌？你展示一下吗？爱你孤身走暗巷。不会。爱你孤身走暗巷，也不会怎么样，只不过我跟吴亦凡也不会。哈哈哎，这位阿姨好。阿姨你好，我们想跟您一起唱首歌。唱的歌吗？可以，我试试吗？哦，好，试试试试。变花篮，变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了红牡丹，牡丹花儿开得艳。唱得很好，但是不了。我看一下。哦，是那个啊。好，我们再来一下。休等一下，我们怎么去数那个花？阿姨，没事，就是哎，这两，我们是什么两什么花？两。用那个字，那个字，那个字。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好，恭喜接唱成功！谢谢，谢谢您，谢谢您，好厉害！他们怎么记歌词这么厉害？还有什么？山歌好比春江水，唱了。先这个简单吧，先。好，就他了，真的往那爬。咱们。牵起了你的改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貌。牵起了你的改头来，让我来看你的美貌。你的脸呐呀真漂亮啊，好像那月亮下山啊。回答错误。谢谢您，那我们可以找下一个。这有点难，有点难，试试啊，挑战一下。好，试一下。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身上。天哪，我们找到了民歌团啊。恭喜深深和雨琦，你们一共接唱成功了四首歌曲，可以补充八件货品，请随机抽取。哇，好难选啊！过年了，进超市的感觉。芋头，老友粉，好多特产。不是特产。哇，这是什么？酸笋。就是我是不是黄条都没觉得它味道的。进去吧你。安慕希小金罐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拜拜。哎，你看这春暖花开，就是一个吉利。开始玩镜头了哈，这个地方。这是干啥的？看起来不错啊，是个集市是吧？欢迎来到水漾市集。据统计，南宁是全国入睡最晚的省会城市，是实打实的不夜城。而夜市更是遍布南宁的全城。在南宁的夜市里，海鲜烧烤、昆虫盛宴、糖水甜品、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凌晨2点依然热闹非凡，而你们要在这里进行的任务是夜市接龙。
进行物品名字的首尾接龙，完成接龙数量越多，获得的货物越多。那你们的第一个起始任务词语是南宁，请以宁为发音寻找下一件物品。30分钟计时开始。啥玩意？宁第一个就是我就想到柠檬，这就是柠檬。关键萌有什么？萌萌哒，蒙太奇，孟鹤堂。那不是一个。哎，我们先把柠檬买了吧。好，多少钱？谢谢啊。行，谢谢啊。蒙古的有没有蒙古的东西？你这肉夹馍是蒙古的吗？有。今天喝完了。有孟婆汤卖吗？孟婆汤来一碗吗？哎，真有啊。真有啊。没有，有冰粉。哎呀你说真有就好了。就是啊。太难了。第二个就卡住了。看一下烧烤里有些啥。啊，走吧走吧，快。第一次感觉。快。找东西找不到。烤肉。哎，烤肉。有没有蒙古烤肉？有牛肉，蒙古的牛肉。蒙古牛肉，那就买卖一个。给我。给咱一个蒙古牛肉，我们给你转账。肉末、肉泥、肉碎，肉就多了吧？肉就多了。一份就好哥，一份。不要，一份就好哥。就一份。我们给你转。就一份。转钱。多少钱？8块。哎，谢谢哥。这不是肉干吗？那拿个肉干。对啊。干些啥？干脆面。哎，可以啊。面就好些了，面条。对。多少钱？一个就行。那就。不，那你就给我一试用纸，试用的这个，试用的也行，好不好？这个我就拿你这个啊，谢谢。肉干啊，我直接找干脆面啊。干脆面，我来找面，直接找干脆面，去便利店里。有什么面什么东西？你这有面什么东西？面粉可以，给我点面粉。好，谢谢。面粉，粉丝。你是我粉丝吗？不是。你跟我走吧。跟我走。对。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饼吗？思念饼。可以吗？可以耶。对。那我们就买个思念是一种饼。有饼吗？丝花饼。海哥。哎，还没有干脆面了。有饼啊，来，拿什么？没有干脆面了。没有干脆面，不行啊！我后面都已经接下去了。是吗？面粉，粉丝。这个干脆面必须得找出来。必须得。这还有什么小卖部没？不是，这肯定有干脆面啊。谁有干脆面吗？要不我再去找。你帮我去找找，走，快！你紧张吗？这时间？紧张，我赶时间。开始啊，从南宁开始，柠檬，蒙古牛肉，肉干，这是肉干，我们就拿了一小块风干牛肉的那个试用装，对，肉干，你摸一下。没事，绝对是肉干，是肉干，肯定是肉干。干脆面，有干脆面吗？太好了！哇，谢谢你！哇，谢谢！干脆面，没问题吧？面粉，没问题吧？粉丝，这是我的粉丝，没有问题。绝对认证，我有好多那个观看你们节目的那个记录。你不能这样会，不能让一个粉丝失望，对吧？对，他是粉丝，我认可，但是他不是物品的那种粉丝，他是人物的那种粉丝。他是一个人物，人物也是物，啊，你先，对吧？先接着往下。人物也是物嘛，丝就厉害了，我跟你说，就这个饼，丝跟饼有什么关系？来，预备起。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没问题吧？我觉得真的没问题，这没问题吧？好了，接下去就更没问题了。饼干，干货，棒棒硬，干货。货币。OK， 恭喜两位完成了十个词语接龙，可以补充10件货品，请随机抽取。
哎呦，老友粉，一样的。嗯，我已经闻到了酸笋。我们拿了三个老友粉，两个芋头，两个酸笋，两个茶，还有一个阿木西。对，收获满满啊！走。我感觉他们离我们不远。对。博物馆。没事吧你？我们来了。Go go go！ 欢迎来到广西民族博物馆。壮族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文化是广西地区多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在这里的捕获任务是壮语问答。听壮语描述的问题后，在博物馆内寻找答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壮语主持人黄丽丽老师给大家出题。哎，老师好。你好。那我们第一题。那我们第一题，问报双黑柳山蓝溪姑说马，问报双黑柳山溪姑说马，问报双黑黑柳山溪黑柳蓝溪黑柳蓝溪黑柳蓝溪姑说马姑说马黑柳蓝溪姑说马，问报双黑柳蓝溪汗柳蓝溪姑索马，对。问报说汗柳三溪姑索马，姑索马有会壮语的朋友吗？您会壮语吗？壮语有人会吗？您会壮语吗？可以是吧？好。问报说汗柳三溪姑索马。哦，问报说，汗柳三什么？山西，刘三姐，壮族人民，他们现在称为什么？这么难的题目，那称为什么？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刘三姐，这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吗？壮族人把刘三姐称为什么？有人知道答案吗？歌仙，唱歌的仙。找老师对，找老师对，歌仙。老师，我们知道了，歌仙，没错，答对了。第二题啊，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德宝大道，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大道光地，勇马丁醒。德宝，咱还去问那个人吧，德宝。光梯勇马丁醒。哦，广西的男女青年用什么来定情？这个你们知道吗？绣球。对，绣球。他们俩是百事通啊！三二一，绣球。没错。OK。好，第三题啊。更刚当，米杜马来，米杜马来，更刚当，米杜马来 ，Let's go， 更刚当，米杜马来，老师，出来一下吗？老师，再问一个，更刚当，米杜马来。哦，宫当，铜鼓上有什么动物？什么动物最多？铜鼓有什么动物最多？青蛙。OK， 人民的力量 ，run， 青蛙。好，赌钩。
下一题。鸭的肉英雄英雄嗯没了。鸭的肉No. OK, go. 英雄，拉我们没玩了。拉迪克，我们没玩。拉迪克，心情。我们没玩。拉迪克，心情。拉迪克，拉迪克，心情。拉迪克。老师再问你个。挺累的。拉迪克，拉迪克，英雄，心情。拉迪克，拉。找一个什么东西？找一个什么东西？拉迪克，不是地。我觉得一个一个的来。你先说了，我再听。老师，您再说一遍呗。拉迪克，拉迪克，拉迪克，新楼，新楼，然后呢？然后呢？后面两个，后面两个。英雄，英雄，英雄。英雄是吗？哦，英雄英雄，拉的柳英雄，啥意思？就是找石榴合影，拍照啊，这个意思。找石榴拍照，找石榴拍照。啊，这里有石榴吗？找石榴合照。哦，你就说完了。找石榴合影。展厅里。展厅哪有石榴啊？石榴。石榴，不是吧？这么多展厅，哪有石榴啊？这不都是和谐乐章，这块也没石榴啊。石榴，啊，那哪里啊？那中间大石榴，老师，拉迪克。阴顶，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啊、对，导演，打完了，哇，是不是假的？全打完了。对，天哪，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厉害了？今天太厉害了。导师，白鹿的壮语这个怎么读？不鹿，我呢？反省省。反省。啊。反省省，波路，你还敢偷笑我？波路，恭喜你们答对了所有的题目，可以补充十件货品，请抽取。四个老友粉，两个六宝茶，两个芋头，一个酸笋，一个阿木西，走，谢谢老师，拜拜。哎呀，今年这活接的好啊。欢迎来到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广西各地的美食，而你们的捕获任务是寻找列表里的美食并品尝，两人品尝打卡的美食越多，就可以获得越多的货物。我要吃酸野。酸野是什么东西？走，酸野在哪儿啊？啊，酸野可以来一个酸野，谢谢。快，多少钱呢？你自己挑。他是你得拿完他才算钱呢，是不是？是撑的。对，人是撑的。酸野就是酸的东西，什么都行，是这意思吧？酸酸甜甜的不。那再来个木瓜，可以了。放点椒盐啊。椒盐啊，还有辣椒吗？有一点点微辣的。一点点微辣。给我尝一个呗。这就给你的。谢谢。好吃，等一下，还有这个芒果是最好吃的，我放一下。哎呦，谢谢谢谢，灵魂呗，酸野的灵魂，多少钱？哦，加起来16。这个有。快！我要吃田螺鸭脚煲。来，给钱。多少钱啊？50。50啊。来了，哇。你看里面有啥？哎呦，豆腐、鸭脖啊，有田螺。有关，来领取任务卡。默契大采购，九位成员确认1到9的顺序后，抽签前往市场的不同区域，在相互不沟通的情况下，按要求各自带回一件物品，九样物品按成员�抽到的顺序排列。如果连续7位成员满足提炼要求，即挑战成功。每成功一题，可获得7500RB。哦，只要对7个就行，连续的对7个，但是不沟通，不能沟通。
我们已经和市场都沟通好了，大家不需要付钱，节目组稍后会统一买单或者是归还。哦，行，那咱们现在选顺序吧，要不现在就按这个来一个，来吧，按这个来吧。现在请大家来抽签，决定各自要前往的区域。他卖啥你拿啥。刚刚是春游，现在是购物。这里商品琳琅满目，应该可以选到想要的东西吧。这一整块都是我的。对，这么大。哇，这什么都有啊，这不是什么都可以找到吗？看看大哥有点什么。我这个区好像是服装。哎呀，这哟。你好，你好。都是仿制品。有一种小时候陪奶奶逛市场的那样。你真帅呀。都帅，他们的帅哥都在手上。Hello。哎呀，这全是这个土特产啊。人参、鹿茸。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本地的商场里的男性，他的年龄从小到大。太好了，刚才有个小朋友。您好，您好，下午好。你好，有个小孩。我怎么找小孩啊？20多岁的。没有。没有啊。这是没有的。这个可以有。阿姨，这有叔叔不？啊，叔叔少。叔叔少不是？叔叔少。对呀、啊，放眼望去全是阿姨呢。阿姨，阿姨，都是阿姨。这儿有没有年龄大的叔叔？不好意思问您一下，您今年？你猜。肯定没有30岁。谢谢谢谢谢谢。40多了。40多了。对呀、啊。太不显了。谢谢谢谢。您别动啊，您别动，我再那个溜一圈。朋友们，能不能帮我找个老爷爷？年纪越大越好。阿伯有吗？阿伯有没有？辛苦您跟我走一趟，好吧？啊、哦，我们去录节目好吗？我们上跑男了。没事没事，走走走，啥意思？走走走走，跟我们去玩一会儿，玩一会儿，玩一会儿，玩一会儿。可以啊，厉不厉害？厉害厉害厉害！16个月大的滕明义小朋友。哎呀 ，Hello。嗨嗨，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叫我。怎么还有个娃呀？来了，一个个来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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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看这中间都有点像啊，中间有点要塌。中间是最难找的，太像了。中间真的很难。你，但是你这小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小。我要对得起我这个顺序啊。我们现在就来揭晓你们找到的。本地商场里的男性，他的年龄是否从小到大？先请一号周深。我找到的是沈女士带的彭明义小朋友，16个月大，那肯定是最小的。认证。耶、yeah! 哎！哎，你没找啊？人呢？兄弟，人呢？你们找人呢？都找人呢？咋的啊？我肯定找的不是人呢。我找到的是一个，伟大的女士，你认真了吗？认真呢，下面有朝族大姐给我找的，这肯定是朝族小男孩，就小男孩吗？啊，这个男孩没有，这个没有男孩哈，没事没事，谢谢。朝族男孩，哎，可以，是朝族男孩吧？可以可以，谢谢小男孩，看见吗？这些是穿朝鲜族服饰的大男人。这些是小男孩，几岁？具体一点。他大概他十六个月，他17个月，刚刚大一点点，稍微。然后他今天非常高兴，穿着朝族的服饰来拍照片。认证好了。下一轮我们把魏大勋排第一
个行不行啊？我往往我就说吧，前两个根本都不能算，七个连着从我这儿来。说那个，咱就这个。你这没错。我这没错了。我这能说话，自己能说，自己介绍一下。不用。我叫尼古斌，今年22岁。一下这跨度就起来了啊！16个月、17个月、22岁。我实在没找着18个月的，抱歉。我们那个这边是金先生，金先生年龄是28，28，是吧？确认吗？金先生听到自己28岁也有点吃惊。是吧、嗯、可以，因为咱们这个是个游戏，不查身份证，不查身份证。28。那请金先生告诉我一下你的真实年纪。减一下。28，26是吧？嗯、28。那金先生方便说一下吗？您哪年出生？是哪年？您是哪年出生的？28是哪年？你怎么还跟着？28是哪年？28是哪年呢？95。属什么来着？95。他不属九九五的是吧？是吧？金先生啊，金先生说是，95属猪的嘛？啊，对，跟我弟一个岁数。好，我们暂时打个问号，我们等会儿跟金先生确认一下。然后5号来，你介绍，自己介绍一下吧。你30了吧？不到30，29，29，哪一年的？94年的。哦，属什么？属狗。哎，这是真的。对，我们也是真的。什么叫这个是真的？都是真的。陈哥暴露了自己。这个当时金先生说完属什么，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属。对，来吧。是来自吉林延吉的李永日，朝鲜族。那个今年37，86年的猪。认证。我77年的，47岁。认证。连上了。我今年56岁。56。认证。属猴的。我今年78岁。认证。78岁了，辛苦了。谢谢爷爷，妥妥的，稳稳的了。对，稳稳的了。目前各位成员找到的市民的年纪排序应该都。比较真实， okay, 真实。只有4号晨哥你来。我有什么问题？我很真实啊。你看我们金先生今天多真诚。你就从金先生善意的这个，是不是二弟也该给对金先生的鼓励？这样吧，我们还是请那个金先生真实告诉我们一下你的年纪。行，可以。金先生悄悄地说说吗？悄悄地说吗？说吧你到底多大？没事你到底多大？86的。38 37 37。所以到4号晨哥这里顺序就错了，前面3位，后面5位，5位没有连成7位。但是呢，因为金先生刚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帮你们实现这个顺序，你都感动了是不是？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给5000二弟，5000就算，所以这一题我们就算大家成功。好，谢谢金先生送的枕头。稍后我们就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会更严格。谢谢。好，也感谢几位市民的参与。现在请大家先稍事休息，谢谢。拜拜。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二轮题目，请大家确定自己的序号。去上1号去，跟周深换。我不想当5号了。你来2号来。啊不 ，baby 姐，咱俩换一下。你，我感觉你的准则。要做最大的是吗？对，我要弄最大。逛商场的感觉还是好啊。上特产来了，姐。欢迎。哎呦。这大身，人家都给做成装饰品。那这东西还能吃吗？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年春夏款的秀款服饰。从右边开始，分别介绍一下 Victoria、Cindy、Linda、Cici， 他们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服饰卖到了世界各地。剩下的几位，你们要加油了啊！不要放弃，我相信你们通过努力会有机会的，加油！
第二题，物品从轻到重，这太简单了吧？这随随便便我就过关了。轻的一定在这儿啊。因为我得是最沉的那一些，我先帮你。谢谢。那我这得多重啊？啊，这好难啊！衣服里面最轻的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袜子吧？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合适的。水。我先试试重量。我其实我可以选一个看似有点重，但其实并不重的东西，吓唬吓唬。我想问一下 Victoria， 你大概体重多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掂一掂。哎，我觉得可能合适。感谢你的支持啊，感谢你对跑男的支持，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我们看一下寻找到的商品情况，题目是物品的重量从轻到重。我们要称是吗？先目测，不行的话我们就上秤。先从一号魏老师开始。谢谢。我们不想看魏老师，我是最重要的。哦，塑料袋。塑料袋。塑料袋不一定有我的轻。你不挑事儿呢吗？你这三号你干啥呀？二号，我找的是一个鹅毛的挖耳勺。我觉得这个应该比塑料袋重。对啊，这肯定是因为它是金属。你等我掏出来，我们仨都要上秤。他现在就按一号玩了，我看出来了。薄如蚕羽。哇，你拿三号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前面两个得轻成啥样啊。你又不行，我给你一只脚。前三位我们稍后上秤来确认一下。接下来是四号，当地特产米酒，然后就是没有一瓶了。啊，中间口渴喝了。口渴了。还好吧。你这个好轻啊。好，大家按照四号就位吧。这首歌在喝酒了。把直接喝掉，可以吧？就是没有一瓶了。啊，中间口渴喝了。口渴了。好，五号，小猪钱罐。这也要上秤。秤吧，没事，稳了。六号，凯哥。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怎么了？哎，怎么了？哎，干你干什么？您帮我。哎，你还好吗 ，Victoria？ 完蛋了，我的比你轻了，凯哥，一会儿你能现拆吗？比我轻？不要了。我找的是 Victoria 的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要邀请他一起来。没毛病，我觉得为了尊重人家的整体和完整性，重量可以用胳膊，但是这个物品要一起来，是吧？一整个尴尬但是又很无语的样子。大无语，真的。来，七号，是悠悠。应该是挺重的，这个。我这挺沉的。好，认证。我这个就是一会儿送 Victoria 回家的车。Victoria 比较辛苦，直接坐我的小车回去。哦，可以，你这个看一看就很重啊。好，认证。我的那个都没能拿上来。我去，在路上。啊，真的有人类能抬得动吗？您的货品即将送达。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九号找到的这个鱼缸，确实非常重，对，很重。从凯哥开始相对正确，那我们先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这么精细吗？我觉得塑料袋应该是没有重量，都称不出来。我觉得应该2.8克，我一定比它重。0.8克。啊？我塑料袋竟然那么沉！沙哥，我这只有0.8。来，沙哥，你的丝袜。先来称一下疑惑的物品吧，沙哥，我看看，沾点屎，沾点屎，太恶心了吧你！太晕了，太晕了！快点，水没了，就这么点重量往哪儿放？4.3，可以，行了，过了，过了，悠然过了吧。四号五号上秤，放这儿，放这上面。300，290，290。你再把那个多喝一点，重新把它撑到260、280。baby 那个只有290。要不要再量一下？这个刚没量好，这个再来一次吧。再试一下，再试一下，试一下看看吧。我是瞎的吗？所以这一题大家失败。啊？为什么？这都喝迷糊了，也失败了。那个袜子都拼成那样。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外观从难看到精美。从难看到精美，哎，从难看到精美。他这个商场里怎么可能有难看的东西呢？我找白雪公主的毒皇后。我说怎么精美程度有个七八号吧？首饰应该是比较精美的东西了，咱们货比三家的。这个不好看，还是这个不好看？找一下我的 Victoria。哇哇哇塞！哇，这是人参吧？啊，它这个太精美了，真的好精美。我们来依次展示，从难看到精美。哎呀！我的天！垃圾。你说我到那儿全是卖衣服的，你说我说你家最难看哪个？你给我来看看。人说我们这没有难看的。二号周深，那我也是难看的。怪兽，从里到外都难看，内心也比较黑暗。认证，大哥。哎呀，怎么每次到你那儿都哎呀哎呀啥呀？哎呀啥呀？哎呀哎呀啥呀？你把你刚才那袜子拿回来。不行，那有点超过一了。我那确实都是卖衣服的，也不好弄。行，自信点。我觉得比怪兽好看一点。起码这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认证认证，四号，我这就特产明太鱼，明太鱼只有我们当地才有。比裤头好吗？比裤头精美。好，认证五号。我有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谁戴上这顶假发会比他这个稍微精美一点点？那精美只有你戴了。我怕我戴完之后下一个比不上我精美。我觉得让凯哥戴，我戴上那不没法精美了。我觉得这样吧，还是大勋吧。别！大勋本来就是这个咸鱼本鱼，然后戴上这个假发，可能比咸鱼更加精美一点。还行啊，挺好看的。哎，比鱼好看。哇，大杏花好美啊。哦，它好适合，为什么？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那绝对比鱼精美。就比鱼好看，鱼精致一点。好，认证。接下来六号凯哥。好，那就是这个服装是吧？服装很精美，民族服饰。
六号认证。目前前六位的顺序都是依次比前一个更加精美，接下来是七号白鹿。是这样的，这东西吧，它必须要配一张脸。我看看七号能玩出什么花。谁敢说我不精美？精美。谁敢说我不精美？这太精美了，精美精美精美，太精美了，太精美了，多可爱！白鹿认证了没有？现存疑，存疑。为什么？白鹿，你对我的精美表示怀疑？不是，因为你刚才在说话的时候笑了一下，他可能觉得你从头到尾正经一点。别笑啊！这一下就不精美了。不要笑，不要笑。你感觉现在是在拍一个时尚大片的封面？对，你要有一种时尚感觉。啊、对，给他好好摆一个 pose。你一定要撑在那个假发上吗？我们先看八号。就这个人比白鹿还要精美吗？这个人比白鹿精美吗？咱们这个判断，等一下，我这个还没有结束。哎，这个就是越弄越不精美了，感觉。真的，越弄越 low 了。输给你，真的，我不服。我质疑导演的审美，白鹿肯定比前面那个精美。到白鹿就应该已经赢了。好，七号也认证啊，看一下程程的。哇、哦，这是那手工针线缝的那个人参，它每一根针都是装饰品，怕你虚跑了。认证，已经有七位以上顺序从小到大有成功，所以这一题大家获胜。哇、哦，恭喜大家。这一项任务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乘坐延吉独有的当当车，在当当车上你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三次选择任务。当当车上有四位阿姨为大家准备了传统朝鲜族民谣演唱，你们上车后有两种方式跟阿姨们打招呼，一种是正常的招手打招呼，嗨，阿姨大家好，另一种是热情的打招呼。好，下面为大家演示啊。有点尴尬，你是有你的流程要走是吗？Hey yo, 阿姨 ，What's up？ 今天天气不错，你们心情好吗？爱你们哟。抽筋了脸。为什么呀？问你。嗨，阿姨们，你们今天。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哎呀，阿姨，今天天气不错，你们心情好吗？哎呦！哎呀，阿姨不错，今天。阿姨说能不能让我下去？从年龄上，我应该叫大姐吧？你个妹妹们，妹妹。嘿，大姐 ，What's up？ 今天天气不错，你心情好吗？哎，你没有。我求你，求你一定要选这个，好，选这个，求你。现在当当车已经在商场门外停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三次选择任务。怎么有什么想法吗？各位，上学一会儿。我的就都这个，嘿，阿姨们。我也没有。你的心情好吗？哎，你们。哎，我操！今天天气不错，你们可开心了，爱你哦。哈哈，这是什么？都在这儿练呢。凯哥，你还 OK 吗？我 OK 啊。哎，我操！阿姨，你们好吗？爱你哦。你们心情好吗？爱你哦。别到时候上去全都是 Hello 阿姨，就我一个人在那，我操！走吧，就这么走吧。那我先呗。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换新美味，奔向美好，一起安慕希。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
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爱奇艺 Z 世界、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更多节目内容。Hello， 阿姨好。欢迎欢迎欢迎，帅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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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的阿姨，阿姨们好，阿姨们好。안녕하세요。漂亮啊！对，你们都很漂亮。我好尴尬。哎，欢迎欢迎，哎，阿姨们，你们好，不错，你们人不错，你们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爱你哦，漂亮。咱们三个人一上来都是这样，一模一样。怎么办？那太饱了。怎么办？一模一样。哎，相信我，你是什么？我觉得沙爹有点。阿姨们好。晚上好。胡伟沙，你就结束了？胡伟沙，大姨。你这个人太坏了，坏了，太坏了。阿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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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呀，这人真坏。阿姨好，阿姨好，What's up， 阿姨，漂亮啊你！今天天气不错哦。你们好吗？看你哟 ，Thank you。你们选的啥呀？我就跳了，都跳了，都跳了。完了！哎，阿姨们好，阿姨们好，哎，阿姨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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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哇，好漂亮，好漂亮，阿姨们好，哎，你可真好啊，太坏了，太坏了，咱们俩要不要就怎么？为什么要是前面他们都是 WhatsApp， 咱们俩这有啥意思啊？是不是都变一个都有意思啊？咱就这个哈啊，这个对，含蓄点的，含蓄版的，你确定？咱就这个哈，含蓄版的。我操吧，今天天气好吗？爱你们。看你都是撒谎精，你在那儿骗人。几个人做的？你做了吗？骗人。五个、六个，已经六个做了。我做了。七个。你呢？我做了。八个。只有一个人没做。你看开心的，乐的脸都红了。那我们这一次的选择就结束了。刚才有四位成员选择了用热情的方式和阿姨们打招呼。啊，只有四个，全是骗子。
团队赢得了5200D 的团队经费。选择热情打招呼的成员，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个骰子点数。我是第一个跳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延边大学，所以在我们的搭档车上可以请大家来欣赏我们阿姨的表演。我们这四位阿姨呢是史调唱团，这位呢是史调唱的周吉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真，咱们朝鲜族就是能歌善舞。他因为其实已经都70多岁，还在坚持着这项工作。正是因为有他们做这样的榜样，我们才能有信心去坚持下去做这。到目前为止，白天的所有行程就已经结束了，晚上才刚刚开始，是吧？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白天只能进行3个地方的推荐。但是贵阳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非常值得为大家推荐的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以加班夜游的方式去推荐这些地方，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贵阳。我很爱贵阳，但是也不至于加班吧。但是我们只有2位成员需要去加班。哦，到目前为止，第一位成员就已经产生了。谁啊？他就是周深。周深怎么产生的？谁的炸弹多吗？因为首先你是在贵阳长大的，其次你也是兄弟团的成员，像加班这种事情首当其冲吧。好苍白的解释，好苍白的解释啊。好苍白。很荣幸，很开心呀！除此之外，我们会产生一位跟周深一起去加班的人，但是怎么产生呢？就是大家看到身后的这个巨型保龄球，通过打保龄球的方式，成绩排名前3的成员是不需要加班的。哎，周深需要从其余成绩当中挑选一位跟你一起去加班，挑选一位。周老师，那就程程吧。程程还没打呢，内定了，内定了，内定你肯定进不了前3。大家都选择完毕了，我们就依次来揭晓你们选择的道具是什么。首先，我们来揭晓1号箱子。哇，这很好哎。至少是个圆的，又有重量，又大又圆的。来了！哎呀！黄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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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到黄秋。耶！这坏的，这坏的，看人家没打中，高兴了。哇！哦，橄榄球。这好东西，这是好的，这好的。1、2、3、3。3、2、1，蹦蹦蹦蹦。这是好啊，哎，这个重，这是好的，它圆的呀。成绩就行。6个，行，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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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箱吗？
哦，购物车。哎呦，这厉害了。哦，衣架。这个好啊，这个厉害，这有轱辘。哇，这么大一个鞋。哇，这好可爱呀、啊。哎，我受不了，妈妈跑。把孟开吓一跳。大哥是这样，我好想说。这样哇，什么行李箱？来吧，只有一次机会，我稍微再给点力。对，一二，搜你，搜你。求求了，十号，我不想加班了，爬了一天了，我真的累了。别告诉我是安慕希，我也疯了。安慕希。哎呦，哦，不错。我走了啊，我开始了啊。贵阳，下期见。贵阳。下期见。我走了。双双的贵阳，我开始了啊。贵阳，下期见。贵阳，下期见。绿绿的贵阳，双双的贵阳，感受着你的气息。我不想加班了。一共就这么大缝，多一行一厘米都过不去，想打一个打不着都难。好吧，那结果也出来了。不是，没有。你选择谁，你就撕他的名牌。周深，我不干周深。所以我选择的是周深。现在你们要以夜游的方式推荐贾秀楼，现在为推荐官送上你的推荐官名牌以及一份易拉宝，可以随走随放。哦，自己的那个照片。走吧，大家再见。啊，贵阳的宣传片好好拍啊！观众朋友们，继续跟我们继续游玩贵阳喽。可怜的宝宝。现在我们就要来结算今天各位完成秘密任务的情况。小黄金。首先恭喜大家，你们今天所有的秘密任务都已顺利完成，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份由 MC 提供的小黄金奖品。哇，漂亮啊。哎呦，漂亮啊。谢谢。这是什么？是贵阳的山水。哦，对，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安慕希，谢谢。现在深深跟程程是真的去加班，他们真的有场地需要推荐。哦，深深又来了。真无所谓。贵阳。嗯。我爱你。
这么神奇，会带我们去哪儿呀？啊，贾秀楼，贾秀楼是我印象非常深的地方。今天主要在介绍贵阳。给你俩准备了点点心、衣服。啊？是不是你们带名牌怕这一会儿到地儿人多？哦哦哦。什么夜行衣呀、啊？那不是不是。咱们推荐不用脸推荐是吧？来吧，给我吧。哦，贾秀楼到了。哇，好多人！哎呀，不是你太明显了。我个子吗？你以为你不明显？我们直接找了一个我们团队里最高的。是的，也没事了，人家明明就想知道了吧？我们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低点头，低点头。这谁啊？都是吗？哎呀，这是啥？低点低点头，低点头。周深。就是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我能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群演，全是真人。社恐人，社恐魂。我还有个易拉宝，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个易拉宝，我真的是绝了。我你稍微给他就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很快。该怎么介绍？这是你的前身，快点给我介绍。这就是贾秀楼，然后它是贵阳典型的一个文化的标志。还有，贵州的文化最有名的是一个有叫王阳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他的致良知，他的所有那些哲学中心思想是在贵州这边形成的。而且好像说，就以后贵阳他会有个计划，就是会把这边会建一个关于贾秀楼的一个文化广场，会让大家更了解贾秀楼的一些文化什么的。还是可以哈，小导游，成功，贾秀楼，好，好景，可以，大家确实可以看一下，好漂亮。来吧，叶老宝给我们放。我们不要放了吧？必须要放吗？哎呀，我真的会谢。哎呀，这是。太丑了，真要放吗？一定要让我这么社死？好羞耻啊！大家记得来贵阳玩儿。贵阳虽然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了解关于贵阳的一些文化。看着我们，有多少人看着我们？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跟一起来贵阳玩好不好？我们一起说，欢迎大家来贵阳，三二一，欢迎大家来贵阳，欢迎大家来贵阳，谢谢，快来吧，快来吧，好，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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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社畜，让我们在应该算是社恐吧，我觉得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拉一拉宝。你俩照片会不会过了二三十年还在那儿？不要吧。你看我都不知道这有和平公园地铁站了，都变化多大。那你小时候以前都是坐公交？坐中巴呀，小巴呀，或者是公交车，对呀、啊。现在又有 BRT， 又有地铁的，完全变得我已经完全不认识的贵阳。妈呀，感觉自己
坐上了当时上学的车，上学的上学的对巴士一样。你当时坐几号？哇，就是36路，我以前就经常坐36路回家。你就是36路？对，我以前还住，好像是浣纱桥那边。以前经常坐这个上课。北京路。这哪？对。不是吧你们，这是去我高中的路上。这真的是你的高中吗？这是我的高中，已经进来了六中，贵阳六中。哇塞，你别说，你们这学校还挺好的。六中真的很漂亮。嗯，真的很漂亮。这么一看真的，它白天也很漂亮，不会让你那么感受到学习的压力，可以让你放松的去学习。嗯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还好吗？两位，你觉得呢？我们在甲秀楼拉一周深的易拉宝，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俩像两个贼，我们两个本来就非常社死的这个人，结果大爷大妈非得让周深唱一首歌才能要放我们走。妈，这个经历也很难得。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今天一整天，深深一次推荐官都没有当上，然后还辛苦的加了一个班。不辛苦，不辛苦。其实就是今天在我们所有的任务当中，你们中队一次都没有抽到你们自己队伍的球。为什么？是因为除了你之外，其他的成员都有在背着你，对你进行一系列的秘密任务。他们每完成一次秘密任务，那么你这一环节的球就不会出现在抽签的区域。你说吧，你什么意思？没意思。你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你看我眼睛。哎，你在做啥？秘密任务。那究竟成员们对你做了什么，我们就一一来揭晓。先来给你上一个道具。哎呀，看到为什么你的名字上面都有一个 keep K。 OK， 所有带 K 的都是有炸弹的。哦，这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接下来揭晓你的第二项秘密任务。好，第二项秘密任务跟你的一位非常熟悉的人有关。跑男团的都很熟悉啊。不是，哦，不是咱们跑男团的，就在这里的。在这里的。对。那就是我老师。对，我老师啊。没错，所以就请你自己去找你的老师问个明白吧。你问问你老师我对他都做了什么吧。啊，我去找我老师啊。我觉得有点尴尬。别尴尬，有我在呢，有我陪着你。哇，连这句名言都没有变，千里之行，只向高山行。微尘，啊，快过来啊！尚老师，这是你和晨晨过来、啊。尚老师，对，我把晨晨的，就我高中时候班主任上的老师。老师好，快！哎呦天哪，仔仔，3年没见面了。对呀、啊，好多年了都。嗯。挺好呀，挺好的，老师见面。上。我跟老师已经打过招呼。哦，你们。我跟老师现在。哦。你们都见过了之前？对对对，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我们今天下午这个任务啊，其实是玩那个山坝上那个游戏的同时，然后呢要去跟老师见面，然后呢老师吃一份零食，我们吃一份美食，就是要快速吃完，然后再出现在你面前，但不能让你发现。我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你们老说什么上厕所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都是去跟老师见面的。
尚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为什么帮他们骗我？啊！尚老师以前是您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班主任。您七年的时候，对对对，哇，零七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给您录了像唱歌的？哦，记得记得，就当时在班。来，我给你看。快快快快来！不记得，不记得，不记得，帮你记起来。你当时还是那个，快来，就是那个，来。老师，我跟你说，朗诵了的。老师一辈子都是老师，无论你今年就快四十了，也都是你。哇，好尴尬！快来，快来，快来看，快来看你的那个。生命是最脆弱，但人类是最顽强。还在朗诵。多可爱呀、啊！这有老师还给记录了一下这童年。你现在看我也可爱，我跟那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吧，嗯，跟我们比赛的时候给他看。真好。对对对，但当时我记得教我们的时候还有怀小宝宝，现在都几岁了？14岁。哇塞！而且周深已经是一个调皮的，老师，周深已经是一个调皮的学生吗？不调皮。我不调皮、啊，我可乖了，安静，安静，我真的很内向。那他学习好吗？可以，可以，不偏科哈，偏音乐，偏音乐，学校里面的所有的歌咏比赛，他都拿冠军。厉害！我跟你讲嘛，就是高一的时候，我们班的是那个歌咏比赛。然后我说谁来领唱，他们说周深，啊、哦、我不知道，我说那行，大家推荐你就去。然后一上台，下面就有尖叫声，就有粉丝啊，那个时候。还记不记得当时那个拍了一个 MV？ 不要再提那个 MV 了，是 MV 忘记他吧，邵老师。你应该懂，我懂，我懂。但是我其实有一个遗憾，就是因为我自己性格，我是从小到大都比较害怕老师。没有那个性格或者是心情去跟老师处成朋友一样的关系，这是我特别遗憾。我其实还蛮想来看老师的，但是我就会一直有一个很学生的心态，所以，对，所以，哎，那就是谢谢，可以再见了。但是你每次到节日你就给我发信息，我都那个。就很温暖，真的很温暖，挺好的。还是谢谢尚老师，谢谢尚老师，谢谢辛苦，谢谢尚老师，不要跟我客气。嗨，我要当年是尚老师教我，我现在早就能唱的大鱼唱的比你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前往你们学校的体育馆，为你揭晓最后一项秘密任务。这边就是体育馆。来吧！哇！妈呀，这么多人！来吧，师哥。师姐，你看到是我们贵阳六中的合唱团。哦。同学们为了欢迎你回到母校，还专门排练了一首歌曲，想唱给你听。那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出现过很多次的《爽爽的贵阳》啊，因为来到了家乡嘛。但是在大家表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来揭晓一下，成员们对你做的第三项秘密任务。是什么？其实就跟这首歌有关。哦。好牛！我背着装满渴望的行囊，寻觅抛开你所成的地方。今天与你相遇，眼里释放惊喜的光芒。这冰激凌不错啊，把我拍这么矮。我背着装满向往的行囊，寻觅抖落芬芳的方向。他们什么时候？金儿，你在这边
新来的吴青峰的乐章。记下了没？记下了。哈哈哈哈哈！大家小心台阶啊！我现在配一个浑浊的天空，人气热气难熬的热闹。我想吟诗一首《环城森林》，用来缕缕清新。千里山风吹动，阵阵阴凉。你听吗？正在我耳边唱歌，我都没听见吗？感受着你的气息。你这个确实把我吓了一大跳。那成员们对你进行的所有秘密任务都已经揭晓完毕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方式，后来推荐官来推荐贵阳，希望都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但还是很感动。来吧，让我们听听这个合唱团唱的真正版本的这个小小的贵阳。保持对家乡的赤诚与热爱，今天我以家乡为荣，明天家乡以我为荣。这个宅男不太知道，所以我来求助我的学长和学姐。学长他是贵阳学院的，是硕导对吧？是，对的对的。然后学姐是一名麻醉医师，现在正在读博士，天天做实验。已经崩溃了。所以我就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怎么介绍比较好呢？快点给人家说一声，学长说一下吧。好尴尬的一段。好了，我的学长学姐就是这么的，也不会帮上什么大忙的，就这样吧，拜拜。你们觉得贾秀楼一定要去吗？贾秀楼肯定要去，那是贵阳的一个重要的地标，了解一下贾秀楼形成的一个历史是什么呢？耶。这个上课是要付费的。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要去？青岩古镇要去吗？花溪要去吗？黔灵山你们觉得是要去的？感觉你在把你的难题抛给我们。对啊，居然被发现了。